你睇緊嘅係 Toys TV， 唔係 TV Race 話嚟嗰個一二三。你睇緊嘅係 Toys TV。見到咁多正嘢，有咩感受？係咪發現又要搬屋，定係清嗰啲舊貨先有位擺啲新嘢？係賣屋，賣屋就係賣屋。清貨冇愛咯，你要有愛先可以清。哇！你睇，全部都係正嘢，基本上係 must buy items 啊，全部都係。哇！你點會唔買啫？點會唔買啊？即係點會唔買啊？真係太誇張。但你的辦法是真的，我見你是會清那些舊的嘛，應該已經清不到了，我已經是最精的那些來的，我得回 Doctor Strange 蜘蛛俠 Iron Spider， 跟著 PS4 和 Spider-Man， 然後又要買這些了，買個新倉咯，不捨得我要人對住的我真的會得閒拿來玩那些無聊的那另外 Call 機那些你會不會買啊？是嗎？我會買我知道你會買我不知道買來做什麼，但是很開心看到。還有那個喂，還有那個1:4那個都要買啊，蜘蛛俠同埋。金嘢係咩？梗係唔靚啦。因為開頭有一下咧，以為 end game 完咗，我咁點算啊 ？Hot Toys， 原來仲有咁多嘢出，正好排啊！啱啱公布咗 Phase 4咯，係咯。好啦，唔會放過你，即係繼續睇玩具 TV， 繼續買 Hot Toys， 繼續睇其他正嘢，繼續玩玩具。Right.